大闹火天宫的猴子竟能取经成佛，这分明犹如神威。被激怒的宙斯与众神决心给猴子最严厉的审判。或许他们说对了，或许他们错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九九八十一难是佛的慈悲，九九八十一师便是众神浩劫。何谓浩劫？ 枯木野草是众神的残躯，哀鸿遍野是众神的嘶吼。如何浩劫？通天金箍棒，万里筋斗云。不管是一个腿的美杜莎，还是四个腿的奋力儿，是俺老孙一棒。我要在奥林匹斯山上刻下我孙悟空的大名，这段众神浩劫要在你们的经书中万世流传。阿弥陀佛。